什么？我又不是戆人，看得清清楚楚好。怕什么？但是，我是为了要妖修，我前非得已，我并不是讲要怎么办呢？其实，我有婚约，我老爸跟我阿彪，所以我才离家出走。但是现在我老爸，伊叫你轻声两字，我得多艰苦，我无准备将死为用事咯。我嘛是，其实我当时好惊，我嘛是因为婚姻我无介意，才逃走出来。现在我阿爹，伊嘛讲所有事刻在伊的心上，叫我来回去，我根本就做一个不好女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去面对咯。等下做有这人同款，你敢知影？其实，这段日子的相处，到到我发现，你是真命不顺，我才深深了解。三个人把你囥在个车，如果让我跟你有选择的余地，我会放弃这段婚事。我来对敬你，我也是。其实，对着你的幸福变真快乐，讲话真投机，我早就真喜欢你，才会故意装查某的。如今，当互相喜爱，可惜，我无法度成为原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咱袂当有咱家己的所有？我已经拼命到底，追求我的幸福，所以